花费超过10000台币，看看能把希儿抽到多少命魂解放。各位好，我是三尾木木犬，你们可以叫我汪汪。今天我们来点崩坏星穹铁道，如同汪汪刚刚开头所述，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抽卡，要抽的是 1.4 版本全新角色托帕，隔壁的希儿复刻副卡池。那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希儿作为一个主 C 的角色，已经准备要退潮了，但是汪汪作为一个曾经玩过崩坏色3年的玩家，现在回锅米哈游，在铁道看到最最亲切的角色就是希儿还有布洛尼亚，你们就当是我为艾尔抽的吧。而汪汪今天为了抽希尔的消费金额，我们先来看一下氪金商店。大家可以看到最高金额的项目俗称一单，一共是3200台币，每单可以获得6400加1600，一共8000颗氪金石。汪汪氪了4单，12000台币，8000×4，上面有32万的氪金石，各位都看到了。今天这部影片没有在骗，但汪汪要先强调，我拍片的当下，我不知道我影片标题会打几万，有可能我今天特别欧，想把命魂抽到满，我就会氪；也有可能我今天特别飞，我不信邪，我还是会多氪几单。所以现在这个10000哈，如果跟影片标题对不上，大家可以先在底下留言，未开先猜说，我到底是欧还是飞呢？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我们就先来掏出个100抽吧，确定，开启 BGM， 展开我们第一个实验抽，抽 ！OK， 来看看这张票票，没有变彩色的，角角抽紫色，叮！哎呀，抽到卢卡，再来20抽。后天才们的修歇，30抽，获得树伤，还有西路娃，40抽，叮，又一个树伤，50抽了，哦，更多的树伤，60抽，没有，都没有，快要小保底了啦，这第70抽，金色。应该没有歪吧，来，不要歪，希儿，我只要希儿，我不要机子，好，小歪。好的，各位，汪汪觉得我们需要换个地方，换个风水，就来到了大矿区希儿大姐姐的身旁，继续开始抽80抽。我们再换个100抽出来哈，110 ，no， 哦，那塔莎也不错，120，不是130，吼。吼！有了吗？130 ，OK， 金色。好，这次状况稍微好一点。60抽就中了吗？要来了吗？五星，我的五星在哪里？来了吗？有，有，我抽到了我第一只希尔了。但是抽到第一只应该是。还没有开启任何的命魂，我们还要继续抽。但在继续抽希儿前呢，我们先来抽希儿的专武卡卡。第一个10连抽，60 ，no， 70，哦，中了吗？没错，来了吧，金色的。有，我们有专武了，各位 ，yes， 那专武的话，汪应该，就抽他一星就好了，我们不需要把他抽到五星。嗯哼，没有双蛋黄啊，这样就好了，不奢求更多了。
好嘞好嘞，再继续抽抽钱，角色专武都有了，我们就先来给各位看一下希儿的面板吧。直接先来看重点，点击技能，点击天赋。希儿这角色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杀死敌人后能够立刻多动一回合，并且在多动的那回合攻击伤害会大幅的提升。虽然刚抽到看起来只有 40%， 但是等我们把该点的技能点满之后，这个 40% 会变成 80%， 也就是说多动的那一回合可以打出将近两回合的伤害，因此看起来虽然是动两回合，实际上却能造成接近三回合的伤害。并且现在大多 BOSS 都非单体出战，多半会有召唤小怪的功能，所以只要我们的希儿输出够高，高到能够秒小怪，每次行动时除了能带走小怪外，还能给 BOSS 进行接近两回合的伤害，听起来是不是还蛮厉害的？并且有玩星铁的朋友都知道，使用必杀技也就是终结技，可以无视回合直接启动，所以轮到希儿的回合时开个大杀敌，加上正常回合杀敌，就能连续动四个回合，并且打满四个回合中间有杀敌，必杀能量条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就回满了，就又能再开一次大，可以非常开心的六回合都是希儿的回合。那又提到回合数，我们点点常驻卡池，也就是普通卡池，看看希儿的孤儿院好姐妹板鸭布洛尼亚。查看面板，点击技能，点击战技。板鸭是个辅助角，技能能够帮队友增加伤害，并且直接轮到那位队友的回合，跟希儿根本绝配，永远都是我大希儿的回合。那虽然常驻卡池角色众多，在抽到布洛尼亚前很容易先歪到其他角色，但大家也别灰心，因为只要在常驻卡池抽满了300抽，我们绝对能把一只布洛尼亚带回家。啊，虽然布洛尼亚真的好棒棒，汪汪超想要 ，but。永久启动，它毕竟常驻卡池，我们慢慢的把它抽出来就好了。我们优先把氪金资源投资在限定卡池上。啊，说了这么多理论也都是空谈，还是得真枪实弹打过一架，才能让大家体会到希儿的高度在哪里。那在出发找受害者前，还请各位留给汪汪这部影片超过1500赞的喜欢，让汪汪知道说未来你们还有兴趣看汪汪拍这种花大钱氪金，顺便以汪汪的角度解析角色的影片哦。这样感觉点赞的诱因好像不太够，对不对？超过3000赞，我就用氪金的方式逼板鸭回家，这样听起来是不是稍微厉害一点？准备出门打猎喽！作为开端呢，我们先从最基础的经验值关卡稍微暖个身。又由于汪汪的希儿还没练好，所以我们先来借用别人的来看一下哈，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硬表机孤儿来跟汪汪的管理员肉酱打个招呼入队啊？队伍配置的部分，汪随便搭了几个可以在普通卡池抽到的角色，像是可以帮队友增加伤害的停云，以及可以让敌人防御力降低的佩拉，都是辅助角，我们就开始挑战。OK， 进入关卡啦。这边呢，我们先来帮希尔上个 buff， 攻击力增加之后呢，先来跑个回合。啊，轮到了希尔的回合，我们简单砍一刀试试，砍一刀成功之后再砍下一刀两回合。啊，目前没有大招的话，所以我们就先持续的让角色来输出。啊，又轮到我大希尔的回合啦，我们这边用力的砍一刀啊，我们现在有大绝啦，准备好啦，我们开个大绝再放出大绝，眼睛会有点亮。大家遮好一下眼睛啊，好痛！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砍一刀啊，再来多砍个两刀，啊哈，好，这样子我们就四回合了啊，又有大招了，我们再开一次大，我们就可以持续的进行打击啊，我们再开个战技，啊，我们再稍微开个战技啊，我们又有大招了啊，没错，我知道这看起来很像 GIF 动画，我们就只需要希尔，永远都是希尔的回合，就可以打赢这个非常简单的经验值关卡啦，那汪汪这边就不继续播下去啦。
暖身结束啦，那汪也知道这关卡是基础中的基础，这回我们来打稍微硬一点的关卡，我们就来选择力战鱼响吧。目前仅有三只的世界大 boss， 我们来挑战寒潮好了，因为希尔的技能升级道具是寒潮嘛。啊，这边汪必须很抱歉的再跟各位说一声，因为我其实入坑的时间比较晚，我还算是新手，我等级还没有高到可以打最高难度的关卡，我们就先拿个倒数第二高的关卡来打打看吧。队伍配置的部分，我们一样加个停云，好抽又好用，还有手抽神角白鹿跟我们的主人公，我们就直接开始挑战吧。那这次的挑战，为了体现希尔的强度，我们来开自动战斗吧，开！先来，给希尔上个辅助，简单砍一刀。再来砍第二刀，开大，来了，来看会扣多少血。半条血以上应该是不见了。啊，现在 BOSS 召唤小怪了，又有小怪可以打了。好，希尔把小怪灭了，伤害增加了，把 BOSS 第一阶段打掉了。个血，再砍一刀，再开个大。哦，白鹿及时救援，再给希尔一个大补包，结束。虽然不是拿最高等的关卡来测试，但刚刚那个画面看下来，希尔还是蛮值得练的，对吧？如果各位产生兴趣了，我们接着再来聊聊希尔的配装。再次打开希尔的面板，点击光锥查看我们刚刚抽到的专武，它的能力是暴击率直接提高 18%， 非常的多，外加上装备者速度高于110，每再多高10点的速度，普攻战技终结技会夺得伤害的叠加，尤其是终结技加的特别的多。虽然希尔的专武说你速度变快的话你的伤害会提升哦，但是不推荐大家刻意的去叠速度装，原因是因为希尔本身的速度已经够快了，115，再外加上他的战技，开他的战技时，他的速度还会再直接提高25%，那这样子就140了，已经叠加四成了啊！他的专武卡啊，最高也才叠加六成，其实没有那个必要，不如来去把他的暴击还有暴击伤害冲得更高一些，以及因为希尔的速度真的太快，如果给他叠速度装，会有个 debuff， 那就是辅助角还没出马，还没给希尔上真伤，希尔人就冲出去了啊，那就浪费了很多回合数，浪费了很多伤害。讲个最基本的网路观念，战士不推兵线直直冲入敌阵，补士跟不上，来不及补，战士死了，那个战士是不是活该？基本的观念都有了，我们就来揭晓一下肉酱的希尔，他的面板长什么样吧。暴击率 80% 跟暴击伤害 182%， 打出刚刚那样高伤害的专武，完全没有叠影过，并且肉酱的希尔星魂解放是到二，主要是想要解锁这一个战技可以叠两层的效果齁。刚刚战技一层 25% 速度，两层 50% 速度，这样子我们专武的六层伤害叠加啊，就完全不需要配速度装就可以全解放了啊，这就是肉酱为何不装速度装，而是专精在暴击暴伤装的原因。最后则是仪器的部分，好友无法直接查看别人仪器的主持罪跟副持罪齁，所以网友特别请肉酱截图公开了他的持罪数值给各位做参考，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专精在暴击率跟暴击伤害的副持罪上齁。衣服的部分要特别说一下，如果副持罪还没能把暴击率撑起来，衣服的主持罪可以先选暴击率过渡一下，对，这是过渡期的方案哈。肉酱是因为副职萃的暴击率够了，所以衣服才选用暴击伤害直接来一段伤害的飞升。
再小补充一下，如果各位是有抽到希儿没有抽到希儿的专武的话，那个暴击暴伤流应该也是玩得起来，就看大家愿不愿意花点小钱买个大月卡。大月卡可以选用这张卡啊，它也可以增加暴击率哦，并且在打魔音针的时候可以解除增益效果，会有奇效，对方会活不起来，直接死去。天哪，汪汪的话痨病又犯了，不知不觉又讲了好久的时间，我们继续抽卡卡。好诶，我们只剩下20抽了，抽啊！没得抽了，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是，哇呜！我的本金突然又多了32万，接续30抽，又要保底了啦！80抽，哦哟，出了出了，不要歪，拜托不要歪，这是80抽哎！天哪，天哪！金，希尔，来了 ，yes， 太棒了，没有歪，有戏，接着抽二星魂，来10抽 ，all in 了啦，我们要相信希尔，50抽 ，OK， 再次80抽。哦，每次都是80抽中，保底是80吗？我印象中保底不是90吗？我该不会每一个都是保底吧？哦，小保底还是大保底？金色来了，好紧张哦，好紧张哦。OK， 杰帕德，不算太糟啦。继续90。150。啊，欸，我是不是差了点？啊，汪汪在想齁，我刚刚是氪了8单，这样子是24000，24000这个数值是有点尴尬，对不对？那就再来个2单，凑个整数10单30000好了。OK， 真正的150、160来了，保底真的是80单哦！天哪，好了，这个应该大保，这应该是出希尔，没有毫无疑问了啦。嗨，你要被金色的门撞倒了。OK， 好，这个好像没什么好兴奋的，这就是用钱叠出来的嘛，真是的。哦，又一个贵两分。OK， 好啦，起码我们的希尔二命魂了，够用了。剩下来的这堆口口，汪汪还是留给帕托好了，因为我想要可爱小猪猪酱酱。主要也是希儿抽到二星魂真的是挺够用的，接下来就是单纯加一些技能等级跟恢复能量，真的重要的话是6星魂才真的有用。最后再来感谢汪汪的伙伴肉酱提供了理论与参考数据，让这部影片从纯娱乐变成了稍微有点认真的玩意。如果各位有一些很酷的想法、很酷的点子，也欢迎告诉汪汪，说不定我可能真的会拿来做影片。那这部影片放送时，卡池估计还有2个礼拜能给大家犹豫。如果大家不像汪汪一样是个新手，已经有2只以上的主输出角色，还是推荐大家去抽托帕啦。毕竟目前副输出定位的角色不太多，当然大家抽到托帕有余裕的话，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舔舔希尔。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留言说肉酱你的希尔是核弹吧？感谢各位收看，啵啵啵啵啵，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监视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逐渐母汤，哇哦，贵奶粉满金魂了耶！树上的眼罩也太可爱了吧！